刀郎庞龙凤凰传奇老百姓喜欢的歌手，你最喜欢谁？刀郎原名罗林，1971年生于四川内江市。2004年以单曲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正式出道，2005年凭借《冲动的惩罚》获全国金唱片奖，2006年推出专辑《谢谢你》和《披住羊皮的狼》。2011至2012年间举办刀郎《谢谢你》全国巡回演唱会。2011年8月10日推出专辑《刀郎2011》，身披彩衣的姑娘。2012年以《爱是你我》获第12届五个亿工程奖。1971年生于辽宁阜新市，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教师，沈阳音乐学院终身教授，中华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。1988年进入歌坛，1996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通俗系演唱专业。2000年10月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《人生三部曲》。2004年11月发行第二张国语专辑《两只蝴蝶》。2005年9月发行第三张国语专辑《你是我的玫瑰花》。2014年1月9日庞龙推出单曲《爱了一辈子》。2014年3月17日，庞龙发行单曲《家风》，弘扬中华美德。凤凰传奇，凤凰传奇，中国内地演唱组合，由两位林花曾一组成。2004年4月，凤凰传奇成立。2005年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获得年度亚军，同年推出首张专辑《月亮之上》，开创民族流行风类型音乐先河。凤凰传奇的音乐融合了经典的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、rap 等，将民族唱腔与流行唱法结合到一起。2007年发行专辑《吉祥如意》，2010年举行《荷塘月色》北京演唱会。2012年演唱的歌曲《最炫民族风》获得百度音乐2012十大金曲冠军。2014年7月30日发行专辑《最好的时代》。